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我今天第一天上班没证。那没有证不能进。那行，我进去给你拿着。你没有证件，我不能让你进。那你说我怎么你才能让我进去？有证就可以进。嗯，你不让我进去，我怎么给你拿证？那你没有证，我不能让你进。你这个人怎么一根筋啊？美女，这不是一根筋的事儿。如果你没有证，我让你进去，那就是我的实质。行，我给你们领导打电话。可以。 我跟你说，我听财务室的兄弟们说，最近一个大领导要下来，说是所有的部门都等着咱们的。那我不管，原则问题不能放松。哎，队长，门口是不是有个叫张扬的？对，他。 很张扬，没发生口角，这个没有，你这原则问题不放松，但是咱这个素质在这儿了，没有发生口角。人家是总经脉的领导，权力大着呢，还是让人进去。哎呦我的妈！<笑>你进去。现在可以进了。能进。我没有证。俺队长说能进。你换岗以后来我办公室一趟。 什么证件？我证啊！哎，我说你这保安什么意思？我们没让你们装总等着门口迎接，已经是给颜面子。呦呦呦，那打人我也是，胆小安公司又没你。反了天了，真把自己当个人物啊！小心我让你们老总开除你。那开除不开除那你说。老张，优秀啊，连我们李总都拦。大帅。 怎么又不惹祸？谁都敢！他们没有证件，我为啥不能？该给领导道歉。行了，别说了，收购你们公司的事儿，再说吧。哎，李总，咱们再聊聊。回来我给你算账。不是他。哎，你好，请出示证件。哎，小伙子，我不进去，我手机没流量了，我就是想看能不能连一下你们公司那个什么网，我想给我孙子打个视频。不是这。 这样，大娘这外边太热了，要不你进来坐一会儿吧，我给你连上。那谢。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李总今天第一天来公司，你随便放人进来，跟我们老员工穿点样了是吧？不是，马经理是这个。别个程度，有证吗？是公司客户吗？有人通知你吗？没有，你把公司当什么？公共厕所？谁弄能进来？ 不是马经理，别乱废话啊！趁着李总没来啊，赶紧把人给撵走。别骂他了，别骂他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怎么？哎，等一下，马经理什么时候太过分了？我过分？我是经理还是你是经理啊？你是保安，摆清楚自己位置好吗？吵吵闹闹的干什么呢？李总第一天真人接头你们公司，这就是你们给他的欢迎仪式，很特别呀、啊。李总，今天本来定制了一个特别好的欢迎仪式。 但是就是这个臭毛病，随便不能。你别说话，奶奶您说，我想给我孙子打个视频，手机啊没流量了，我就想在你们公司上个网，也是这小哥他心软了，让我进来了，是我连累了他，都是我的错，我走。奶奶，您等一下。 小姨，把我们公司刚合作那个流量卡拿给我，里面呢我已经充了100块，您拿着用吧。啊，那太感谢了，谢谢谢谢。那我走了啊，你慢走，你慢走。哎，小姨，焦队长。队长，你看啊，我那流量也不够用，刚才李总说的那个卡，给我也弄一张吧。等等，你别给我扯别的。 当初你拦我的时候，不是挺威风的吗？你的原则呢？不是，李总，我今天这个事虽说违反了公司规定，但是我感觉我没有做错。违反规定了就是违反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你们两个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大概你被开除了，收拾收拾东西走吧。嗯，为啥？为啥？
你说为啥？前两天给我惹的祸你都忘了？不是，那事儿，那我没有接到通知，他们也没有证件，我也按照公司的规定办事的。那你以后再开除我，我不服。你傻呀！我就是为了你好。咱们公司已经被李总收购了，在新老板那儿有好多官呀。那我也没有做错，那我为啥要走？对，他说的没错。他不能走。李总，你们先聊，我先走。你说去。不是李总，我想跟你说一下，就是关于前两天我拦你那个事儿。下面我宣布两件事。第一，从今天起我是你老板。第二，我助理小姨以后兼任保安队队长。啊？啊什么？你有意见？不是，我服从公司的决定。嘿，这下好玩喽。哥大头，我知道啊，亲家炒猪妈嘛，不让进。那拍电影呢，谁不说俺家乡好？那你说俺家乡好也没有用，不能进。导演就来了，马上开拍了。导演啊。那您进去吧。哎呦你妈！来，你等会儿。你不能进。你说啥？你是导演？啊，我是导演。导演，你看能不能让我演一个？你别笑。导演，演一个没问题。我跟制片人商量一下啊。啊？哎，来，看看吧，你都这么大了，还让爸爸送呢？你这话说的，我自己儿子当然我送。来，儿子，好好表现，奖励鸡腿啊！嗯，去吧。哎，等一下，爸爸，乖儿子，哎，好嘞，去吧。来，飞叔叔，再见，爸爸，再见。这都进去了，还搁这看呢？哎，我搁这站着，你还怕丢了？切，你不懂。你啥我不懂，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很宠那儿子。废话，我自己儿子当然我来宠了。我跟你说，看着没，我儿子写的作文，我的好爸爸。好爸爸？嗯，这好爸爸可是一个标准的，你感觉你能做到几条？我啊，嗯，哼，满分，不信你随便考。你确定？确定。那我可考了啊。放马过来。你儿子最喜欢吃的食物是啥？鸡腿。那你见过你儿子睡觉的样子吗？当然看过。你手机里边有你儿子的照片吗？有啊。你看。你最后一次跟你儿子说我爱你是什么时候？晚安，爸爸爱你啊。昨天晚上。你最后一次跟你儿子拥抱是什么时候？啊，这个你不用说，我知道，就刚刚。还真是，你对儿子真是没得说。但假如我刚才问的这些问题是对父亲的。暖手掌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，托清风捎去安康。时光，时光慢些吧，不要再让你变。不干活的时候吃不吃饭都可以。我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。一生要强的爸爸，我能为你做些什么？微不足道的关心，收下吧。